阿旭，下雨了，衣服收了吗？去吧，去吧。阿旭，来，建国，建国，薛立氏的苍龙破，周边的碎石这么多，破坏力应该挺大，可是地上的坑好像又小了一点，似乎是天上的火球在落到地面之前遇到了什么阻力。这个就不太像是天灾了。可是那阻力又是什么呢？难道是两招苍龙破在空中相撞？说的容易，小凤，你看了那么多的武学典籍，你也练一个给大伙看看呢。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会薛立氏的独门绝技，他们俩没事练练闹着玩。今天心情不好啊？怎么见谁打谁呢？
最近交通有变，不要再会撞上了。即刻启程去扬州找你红姨，如果有事，让他带你去找你爹。这是信物，你拿上，不要带随从，独自上路。好啊，反正我也好久没见红姨了，正好可以去扬州玩玩。燕儿，在外面少打架，多吃些糖。知道了。义父，庄上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有些不好的预感，总之你千万小心。知道了，老和尚。真啰嗦。来喝茶。嗯，来咱们真是十年没碰到这么大案子了。小峰，你说这能不是天灾？怎么没有可能啊？那想当年薛恩立世的苍龙破，那可是威震天下的绝技呀。要我说呀，这八大高手也确实老了，中原武林早该换代了。对，这可没那么容易。嗯，八大高手，不管是在地位上还是声望上，那都是没人比得了的。峨眉派，风雷电剑，那是独步天下。掌门长春子，风剑一出，嗖，你已经没命了。哇！魔教教主东方斌最擅长的，就是蛊惑人心。只要他的双眼一瞪你，你就自己把自己脖子给抹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。最厉害的那当然还是我的师父咱们的叶统啊。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嗯，他干嘛的呀？我真是这董明天应该是董明天。真是哎，别乱动！这剑柄上的飞龙和海浪，那可是当年东海剑派开山师祖在练就紫神剑之时，东海掀起了惊涛骇浪，蛟龙携飞浪来到了剑柄上，才有了这把夺命剑。那这把剑怎么会在叶童手上？30年前，东海派由盛而衰，此剑便流入到了江湖，人人都想据为己有，直到归了我师父。据说当年大战异族之后，此剑便染上了太重的戾气，出鞘必饮血而归，所以江湖人称夺命，我师父由此封存。若此剑出世，就算七大高手加到一块上，那也不是我师父的对手。那叶统这么厉害，你没让他教你几招？对呀。我这不是靠脑子吃饭的吗？又来了。叶总，你们出去。把剑放回去。师父，把剑放回去。是。
东方兄，你想要我的命说一声便是，何必还派人来？到底是谁？还不进来？伤口极细，还有微灼烧的痕迹，难道是狂风烈焰刀？难不成凶手是八大高手中的赵成峰？不，他就是赵成峰。赵成峰曾是魔教长老，据说近些年与东方斌不和，于是便去隐居。我想这个应该是魔教内部的事情。薄至无形，利可断金，除了赵成峰的狂风烈焰刀，我实在想不出来江湖中还有什么武功能够做到这一点。那你的意思是赵成峰也是死在自己的武功之下？嗯，大家想啊，这些独门功夫是多少年千锤百炼，其实多一个人知道也不为稀奇吧。那我们该怎么查？听过几句江湖传言，就在这胡乱吹嘘。师父，我可没瞎说啊，江湖曾有长孙一门，精通百家武学，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如果这样说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既然你不信门中同僚，只信沙红帮那帮匪类的传言细说，那这六扇门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不如去摆个茶摊，撂地卖口，任你说，由你讲。师父，我不是。从今日起，免去段晓峰职务。交令牌，师父，交令牌。我要去趟扬州，高奇，这段时间你再领京师六扇门诸事。三娘，这手掌菜好看啊，切下来就没有用了，不如留着给你捏肩捶腿。欠下的钱嘛，
过两天肯定还给你。嗯，两天推两月，两月推两年，你当那是沙红帮的规矩啊？住手！动不动救我！拿刀时小指微曲是青龙庄的飞刀手法，头上的银簪发黑，当是西方产的官银。脖子上的记号就不用我说了吧？青龙庄蒲三娘劫了官银，逃到沙红帮享福来了。怎么着？要不要陪我去六扇门转一转？滚！小芳啊，你这次来得太及时了吧？想喝酒了？嘿嘿嘿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啊，当捕头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不如你跟我去沙红帮混啊！啊，我上回给你的消息你查了没？说来奇怪，老和尚死的那天晚上，整个庄子被一场大火都烧光了。这事儿太过蹊跷。跟我去趟扬州。扬州？嗯，我听我师父跟我师娘说，他要去扬州查案。我也想出去闯一闯，凭我自己的真本事，嗯，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你们这些人呢，就是饭吃饱了，书读多了，没事找事儿。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连令牌都没有了。再说，咱这功夫也不行啊，我还是留着这条命躲债吧。看来我只能是独自南下扬州，把这个震惊天下的案子给破了，扬名立万。等我回来，你就可以骄傲地跟别人说，你是我段大侠的兄弟。嗯，好好好，段大侠，我等着。扬州，大哥，你今天也跑不了了。一个人多危险呀，跟哥哥回家吧。哎，是。哎，大哥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别打了，好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王飞燕，嗯，飞燕妹子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独自行走，不会功夫，还不走大道，连个男装也不扮，那别人不抢你，他抢谁啊？段大哥，我第一次出远门，你多教我几招呗。世道险恶，这江湖上行走啊，蒙人也是一门学问。这些都是我用香料仿制的江湖奇毒，从外形到并发症状，那跟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外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哦，段大哥，你懂得可真多呀。是啊，
我懂得确实不少。比如，就拿你这块雪玉来说，一个路边买的普通饰物，也有什么讲究？300多年前，江湖艺人柳凤岩创造了一门毒功，能将人体的血液封制化为晶石。后来呢？后来因为功法太邪，闭上眼睛。后来几经周折，最后落到了魔教的手中。段大哥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懂得越多，活得越短呢？周不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我进来，看到你和一个姑娘搂搂抱抱的，还逼人家喝酒。然后你跟人介绍说我是京师来的周大侠，还拉着我一起喝。我有没有说不该说的话？你硬说人家脖子上的项链太贵重太招摇，非要摘下来藏起来。你就听大哥的吧。这宝贝啊，就像武功，越是好东西越是不能外露。上手了。不，你摔倒了。然后我就这么睡着了？没有，你摔倒之后就把项链的事情给忘记了，还非要拉着我们拜把子。我的包袱呢？大哥，你不是号称江湖上门门道道无一不通的吗？啊，你怎么被一个老娘们给玩了？嘘，那首先呢，这次是你栽在老娘们手里的，其次我的包袱也不见了。所以你来是干什么来了？为兄弟啊。你说这要管这条街得收多少钱呢？寒露将至，此时应该是上官红举办听琴宴的时候了。听琴宴？我师父说过，听琴宴是扬州城最著名的。我师父此次来扬州就是来找八大高手中的扬州花魁上官红，我觉得咱们就应该先去他的潇湘馆探一探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开开眼界。咱们就这一个子儿了，你还想去风月场啊？那要不我先去买点吃的。
此次听琴宴，共设33席，得飞琴令者，便能于寒露之夜共赏佳音。烦请各位将东西让开案上，如若我们满意，飞琴令自会奉上。神兵一把，幻听琴宴2席。此宝物潇湘馆伙房已有数把，劳烦客官明年携宝再来。哎，你们在瞧不起我干嘛？哎，两位且慢。姑娘，这把刀可是大有来头啊。100年前，神兵门人天书子以毕生心血练就一把宝刀，以天书为名，这把刀便就是天书了。哎呦，不错，这小兄弟看着行头果然是江湖中人。哎，识货。姑娘若是不信，一试便知。哎，怎么折了？那应该是假的吧？吸引我们！哎，别打！三人行，可有朋友凑一点？黄昏到，当有客人下山来。请。醒了，喝口茶吧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有位姑娘帮我一块把你扶进来的，说和你认得。我不认得什么姑娘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我先去忙了，你在这儿好好休养。哎，请留步。承蒙姑娘相救，敢问姑娘尊姓？风尘中人，名字有那么重要吗？名字对谁都很重要吧。孙莹。你呢？段晓峰。
小兄弟来扬州感觉如何？头一次见这样的杜芳，出千成风啊，真是开眼了。独持凭运气那有什么意思，比出千才有意思。在下周不通，董堂主命我到扬州拜见米老板。听老董说你跟京师六扇门很熟，所以专程请你来帮忙。最近他们总督同叶无忌一到扬州，似乎会有大动作，劳烦小兄弟替我多留心，帮我通个风报个信。城内行事如有不便，提我名字。米老板好请。早听老董说小兄弟是个聪明人，这事儿办好了也能使你做个堂主。告辞。今年听情宴，有头有脸的门派来的不少啊。峨眉派的弟子，看起来资历还不浅。魔教的人也来了。听说这潇湘馆的琴声。嫣儿，今日事多，你到外面去帮忙。还记得吗？20多年前，我们初次相遇，便是在这扬州的听琴宴。那时候的你，风度翩翩。哎。那个英勇少年
还在你那儿吗？在呢。你这标记做得也太逼了，让我一顿好找啊！哟，这地方不错啊！啊，多钱一宿啊？别乱碰。说正事，最近你都去哪儿了？还能去哪儿啊？我四处搜查了一下，听帮内的消息说，魔教有了扬州办件大事，街上到处都是带刀子。难怪此次听琴宴上来了这么多武林中人。哎，你说这魔教会不会也对上官红下手啊？现在来看，凶手可能是冲着八大高手来的。你看，如果是魔教清理门户，杀赵成峰也就罢了，可为什么要杀薛立士呢？赵成峰死了？又是你？怎么死的？说。被狂风烈焰刀杀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当时你也在场，被谁杀死的？青石六扇门查案的。怎么证明？啊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情况不明，我们也正在追查。来来来，四爷妹子，来来来来，好歹咱们也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啊，有什么话不能用嘴说，非要用刀子说呢，对吧？先坐。你也坐，你也坐。哎，你吃橘子吗？我给你剥个橘子吃吧，皮可薄了，特别甜。死的那个和尚有个义女，住在五柳庄。王姑娘，你跟赵成峰是不是有什么瓜葛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，我们了解的越多，才能查得更快。就凭你？你还记得我说过的吗？懂得越多，活得越短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人家不想说就不说嘛。飞燕姑娘，你怎么在潇湘馆？我是上官红的亲戚。查案是我们的职责所在，你肯定也很想知道凶手到底是谁？不如我们合作一把。哎，这个好！你想，你是上官红的亲戚，我呢又有道上的消息，小风他有脑子，咱们仨在一块儿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现在可以断定，凶手是冲着八大高手来的。如果要对上官红下手，那应该是在潇湘馆。我们就盯死在这里，不怕找不到线索。每日有时，我们就在这里互通消息。在意。喂，嫣儿，怎么了？红爷，我姨父是不是不在了？爹也这么久不见我，他是不是也出什么事了？别胡思乱想了，这世上哪有人伤得了他呀？
润润嗓子吧。谢谢。姑娘，我受了伤，身上也没盘缠，你看能不能从馆子里帮我找个活干，有饭吃有的住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不给家里人送封信？我是个孤儿，没有家人。姑娘呢？不记得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哦，好多了。我看看。留在馆子工作，你还准备住在这儿吗？我姑娘，那个时候不早了，明儿还得早起，你早点休息。苏和香，不是昨夜上官红所点的香。昨夜的宾客里应该也没有人用这种香，难道还有人来过这儿？叶无忌昨夜和上官红见面了，段小峰受伤了，一直在潇湘馆休养，哪儿都没去。那姑娘呢？哪个姑娘？昨晚那个。哦，她是上官红的侍女，是我安插进去给我通风报信的。袁老板，外面有张生面孔，每一桌溜达都不下住。在下米维矣，为此处赌场老板。小兄弟第一次来，玩一把可好？我打的是盲牌。有意思，请。他手掌手指都有厚茧，应该练过刀剑一类的兵器，且无名指和小指的茧尤厚，练的该是较为灵活的轻刀轻剑，是西川派、飞云门还是峨眉派？我曾听人说，对赌就像比武，高手之间胜负只差分毫，有的看本事，有的却看命。我命不好，从来只凭本事。清一色，七星连珠，陈让。米老板真是高明。
今晚武林各派会在城西围攻魔教据点，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段秀芬。交给我吧。这透骨钉没有我的独门解药，生不如死。事成之后回这儿来找我，到时候解药、钱、堂主的位子都是你的。那我就先行谢过米老板了。此人不可再用。此人无足轻重，事成之后杀了便是。倒是我们既然已经确认了萧炎可的主子，还需尽快通知掌门师父。我师父月初就已经带人下山，不久就将抵达阳关。要出门？嗯。哎，孙姑娘。嗯。要是有人欺负你，按下这个红钮，就能让他睡个三天。最近城里不太平，你不要乱走。这么看，这次凶手的确是冲着八大高手来的，你还是多加小心。你不也是八大高手之一吗？我们都老了，有些事我们管不了了。水亭沐雨，寒犹在，罗涧春香暖不知。东方最近来过吗？与他何干？你觉得此事和魔教有关吗？你若明年还来，或许我会告诉你。叶童，刚传来的消息，魔教有人来扬州，各大门派准备围攻其城西据点。还回来吗？我去去就回。没事。哎，不通，我今天去了馆内的一个赌坊，那个老板身上有功夫，据说上官红和东方兵关系匪浅，此处应该有魔教的眼线，莫非此人就是那个王飞烟？跟上官红和赵成峰都有瓜葛，应该也是魔教的。根据消息，今天晚上正派人士会在城西据点围攻魔教。围攻魔教？去赌坊了？事关重大，这几天就不要天天想着赌钱了。
这边，等等，我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啊。哪儿不对了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是不是完了打烊了吧？不对啊，前几起案子凶手都好像在独自隐蔽作案，如今却向大家都做好了准备，随时等待着事情发生。明明事情应该都发生在潇湘馆，却突然又说要围攻城西据点，难道是声东击西？哎呀，算了，这样，你去城西据点盯着，我去上官红那儿打听点消息。哎，肩膀借我靠会儿。二十年前的血债，你以为就这样算了？去找师父，快！呆着，此人那家玄功厉害，飞花落叶皆可成为兵刃，咱们根本就不是对手。封锁现场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，馆内客房逐一搜查。最近一直传言魔教在扬州会有动作，上官红一死，这笔账肯定算到魔教头上。我知道你和赵成峰的关系，所以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一定要先离开这里。走。红一在这儿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听我说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，你就算要报仇，我们也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想一想。这就要走了？孙姑娘，此事一言难尽，不过我会再回来的。稍等，下次回来的时候
记得还给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快走？孙姑娘，你也找机会离开这里。你煮的茶这么好喝，找个地方开个茶摊也好。走，走，走。叶童，死者身上并无明显伤痕，看来也是死在自己琴音绝技之下。不，是血缠丝。哎，果然是魔教败类在幕后主使。我明白了，是血缠丝。我临走时发现上官红的脖子上有一道极其细小的伤口，血还没有流出便已经愈合，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没错，一定是至柔之人的血缠丝。血缠丝？对，此物来自西域魔教。难道凶手真的是魔教中人？一口一个魔教，你真的见过一个魔教的人吗？昨天夜里让庄城杀人放火，哪个是我们拜火教的？还不都是你这些名门正派。哎，飞燕姑娘，小凤还没有说完吗？也确实有第二种可能，那就是有人想除掉八大高手，然后嫁祸给拜火教。如果真的是拜火教的话，所使用的功夫不过是一种障眼法。既然凶手的武功这么高，那为什么偏偏要用这么罕见的血缠丝呢？我觉得就是为了嫁祸给拜火教。凶手在潇湘馆行凶的时候提到了20年前的往事，我觉得真相应该就跟这件事有关。小时候我一哭，我姨父就拿糖哄我，说糖化在嘴里人就不伤心。我要去扬州城查个清楚。我们现在应该先想想凶手下一步去哪儿查案，就是在跟凶手抢时间。我必须要去扬州城。你现在去有什么用？他还想拦我杀谁？哎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你不能回去。扬州的事有人在背后主使，你一个人应付不了的。应付谁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这么确定？那是帮里的消息。沙红帮一个小小的帮会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大的秘密？你之前跟我说你不来扬州城，可你又莫名其妙地跟着我过来。你是不是去过赌场？那个空心骰子是不是你留下的？你在给谁传信号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都是孤儿，但是你有家有师父，现在还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六扇门捕快。可我有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我保住你条命多难呢？说我好赌，我不在帮里，不在帮里挣钱，我拿什么活呀？你给我那点钱给我干什么的？
我还告诉你了，他们下一个目标就在隔壁的无藏村，有种你他妈去啊！你站住！让他走！断一绝。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应该就是这儿了，武仓村。久闻八大高手之萧烟客，神行百变，人鬼莫测，今日一见的确是高明啊。今日没有演出，三日后再来，请回。大高手已死其三，赵成峰也在其中，算是了却了我教的一番隐患。当下正是壮大我教的大好时机，我教应当以牙还牙，大举进攻以峨眉为首的宿敌，不知教主意下如何呀？赵成峰虽然近年确有乖张之处，但他毕竟是本教元老，就这样被人谋害，岂不是有损我教威名？如今八大高手一案，凶犯未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静观其变呢？曲长老之意自然是老成之言，但是在下以为，过去的功劳总不能啃一辈子老本吧？再者说，教主，仇家可是已经打到家门口了。这酒不是给老夫喝的吗？山野之酒，不敢请你这样的大人物。小兄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老样子。我听说叶老哥也在附近，他没来找过你？我20年没见他了。想当年咱们喝酒论剑，有在昨日啊，哪一个不是行侠仗义，快意恩仇？这江湖上的腥风血雨，老夫看多了，也看腻了，也想找个地方
清静清静。我一山野村夫，变变戏法，勉强糊口而已。太谦虚了。想当年江湖上，你可是暗器第一啊。陈年旧事都忘干净了，有些事儿忘了比记着好，不然一个不小心就该死了。跟我说话，就不要用什么富裕术了吧。我欠长孙家的，今日终于还清了，是长孙清吧？不通，不通！兄弟，你说，别怪我。我来扬州，却是受帮会之命。小仙官的毒方，不是我教的，他背后的势力，莫好惹。你一定要小心。照顾好王姑娘。我也想当大侠，扬名立万，可是我不敢说。
因为我做不到。不，不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大侠了，啊，不同，你。看来我还是来晚了。20年前，中原武林与异族大战，你们怀疑是长孙家做了内应，于是联合各大门派将之灭门。同马夫道家主无一活口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果然，听说长孙家尚有义子在人世，是他吗？长孙家已无义子了。杀死薛立士、赵成峰、上官红的凶手和杀死萧炎客的不是一个人，一切应该都和20年前的那桩往事有关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只有将中原武林彻底搅得天翻地覆，我们长孙家
仅仅凶犯一人。小妹复仇只一次，兄长不会不知。六扇门绝不参与。一如既不死，非王不在天之灵啊！剑若是出了鞘，沾了血，擦不干净的。